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从以上几点就可以知道自己的修行功夫，如果全然没有进步，那无论依止了成就多大的上师，得到多高的官顶传承，修多殊胜的本尊法，都不能掩盖自己修法的低劣。无论采取何种修法，都是以调伏烦恼为中心。若烦恼反而增上自然，如此还能自欺欺人，认为自己的修行在不断进步中吗？有人惊奇，人在天空飞翔，或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焚，四大无碍等的神迹。但要在水中畅游，鱼类也能做得到，小鸟也有能力在空中自由飞翔。在圣者的眼中，能在末法时代受持境界是非常稀有的，这才是末法时代最大的神变。真正的神变不在外境形象上，而在于调伏内心无始劫来的烦恼，获得自在。末法时代最容易使众生脱离生死的是大圆满和净土法门，但应认清并一再强调的是，对广大的中下根人来说，
修持这两个法门，人必须以手持清净戒为基础。并且不能排拒甚至诽谤其余法门，若已造下这在显宗中最严重的谤法罪业，必须精进忏悔，否则往生与成就都与其无缘。佛陀宣说的八万四千法门，本来就是一脉相承、互相圆融的。各种教法也本属一昧一体。认为是抵触相违的人，应冷静深刻地反省自己对佛法是否有全面正确的认识，或带有明显的感情偏执。法王如意宝，以他出世的圣者智慧，确定了弟子们以清净戒律为基础，今生精进修持大圆满法门，同时结合净土往生法门，临终回向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样依靠上师和大圆满法的加持，辅以自己对上师和大圆满日益坚固的信心，在今生就可获得稀有难得的成就。但来生在极乐世界品位很高，今生也可荷担如来家业，也就是
永明延寿禅师所谓的有禅有净土，犹如带脚虎。法王的很多弟子，以其广泛的文思智慧和内在修正的摄取，在一生中广弘佛法，圆寂后往生西方净土，就已显示了这种修行方法的功德。尤其宁玛派祖师莲花生大士本身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受气法王如意宝亦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法王不但在平时宣说极乐世界的功德，并经常让弟子们集体发愿往生。戒律是三乘佛法的基础，在佛子行三十七颂中云：无戒自立尚不成，欲能利他岂可能，是故无存贪有心，故持净戒佛子行。小乘手持的是别解脱戒，没有别解脱戒，就生不起小乘修法的功德，也不可能证得小乘罗汉果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大乘菩萨
度化众生的首要条件。是护持包括小乘、大乘的境界。若无别解脱戒的基础，不可能远离对世间八法的贪执。若无大乘的菩提心及菩萨戒的基础，殊胜的大乘修法功德也如空中楼阁一样无从升起。有些人一方面以为小乘的修法很好，但另一方面却又看不起，以为太低了。若修行人的相续中没有以出离心和清净的别解脱戒戒体为基础，菩萨戒及三昧耶又从何谈起？佛曾在《菩萨戒本经》中说，若菩萨如是见，如是说言，菩萨不应听声闻经法，不应受，不应学。菩萨何用声闻法为？是名犯众多犯，是名犯染污起。还有人认为小乘都是发心利己的，既已学了大乘佛法，是否可以不守小乘的戒律？这种看法有很大的局限性。小乘行人谨守五戒无犯，对他人不发嗔心，口中不宣他人过失，不损害他人等，守护自己这点和大乘菩萨无任何差别，也和佛陀没有差别。Thank you.
但大乘行人在小乘的基础上发菩提心，手持菩萨戒，或密宗行人手持三昧耶，自己的三门不但不会损害有情，还积极饶益众生。如不杀生且放生，不偷盗且布施，不嗔恨而忍辱等，这样不但大乘戒守得好，其小乘戒律必然守得更严谨。有人以为自己学的是无上大圆满，而非小乘或大乘显宗，故纵然或居士根本戒或出家根本戒，仍然可以调伏自相续的烦恼，仍然可以弘法利身，不会堕恶趣。这种观点并不如法，学密法的人破了小乘或大乘的根本戒，若不忏悔清净，不但得不到小乘和大乘的殊胜出世间果位，更不可能即生成就无上佛果。活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，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，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慈悲置业东山吉祥书坊二十一度母消灾超度法会，恭请诺诺格西主法，时间4月23日星期日下午2点到5点，地点东山吉祥书坊，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2段478号，
书坊位于省道台九线边，附设停车位。公车路线从罗东转运站发车的红二线。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八关斋戒暨大悲忏法会，恭请慧淡和尚主法，日期4月30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洽询电话05-633-1565，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从根本而言，没有所谓的迷惘，它的升起只是暂时的。听闻的人们啊，检视造成迷惘升起的原因的本质。无论你多么努力地擦洗黑炭，都无法把它洗成白炭。我们可以想象，无明是自信的一部分，如同黑色是煤炭的一部分。果真如此，无明和迷惘就无法被根除。事实上，无明和迷惘不具有任何真实的存在，它们无法改变我们本具的自信。佛性，佛性如黄金般纯然且不受改变，无明至多可以暂时遮蔽佛性，但佛性本质却不会改变。在某些因缘之下，无明暂时形成，例如天空的云朵暂时遮蔽了太阳的灿烂光辉，但是当我们飞向云朵，进入云朵之时，却无法触摸到云朵。在这之前，云朵不存在，最后也将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。至于太阳，则从未改变，完全没有受到云朵的影响。无明制造的障壁是偶然升起的，是短暂的，是无可截取的，他们无法改变或影响我们的本然自信，也不是本然自信的一部分。无明，一切迷惘之根源，诱惑众生进入轮回。然而，无论无明看似多么坚实，它也从来不具有一丝一毫的实相。既然无明从未升起，那么它也无法存在，更别说去指灭它的存在。一旦对于空性的了悟，去除了无明的障壁，成佛之自然本质将显现。一旦风吹散了云朵，从未停止照耀的太阳将显露出来。